挑战一整天开竞技版第四档。纳尼？看一下我运气好不好，能不能开出 C 亚卡比啊？在开之前能不能帮我点个免费的爱心啊？必须的。那好，我们现在就打开。早上我们先开开胃，我们直接先拿个三包，拿点三包，这三包，好，开胃三包，第一包，哎，第一包没有，第一包被坑了，哎，嗯 ，MR， 哎 ，SSR 有 ，SSR 没有，呜、哦，好，第三包，嗯，也是 SSR， 没有，哎，早上太坑了，全是废卡，没有，你中我。好了，中午时间到，咱们来开个六包。啊！刚刚这个不要。开三。嗯 ，C 呀。S S 二。没有。竞技版很难出 C 呀。这包就出了。S S 二。这包就出了。这包就出了。也是。哎呀，好坑哦！天哪！啊！是啊 ，MR 有没有 ？MR 完了，这张是 MR， 玩了，完了呀！这张 MR 太大事的，那么 CR 不一定有了啊。嗯 ，CR 就不一定有了，没了。哎呀，泰塔斯的必杀技是什么？哎呀 ，MR 都已经出了，那晚上就开个两包吧。那个两包吧，晚上还会出啥呢？U2，晚上还能出 U2的啊？没看到过这个东西啊？希多拉姆的 SSR 的，美了呀！哎呀，小朋友们，你们想让我开什么卡包，在评论区里打出来，我会在我的范围内满足你们的。还有就是啊，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开赞加个关注哦，必须得给我一点鼓励。期待下次更精彩的节目，拜拜。